Hello， 大家好，我是伟哥，欢迎收看由伟哥录制的王者荣耀实战视频。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英雄是那个鲁班，鲁班英雄是抽奖抽来的，然后现在也很少用。啊，先开双方英雄，对方是貂蝉、兰陵王、韩信、吕布，还有一个墨子。我方英雄是貂蝉、孙悟空、韩信、鲁班，还有宫本。啊，鲁班因为比较脆，所以说我给他带了一个闪现。鲁班的二技能还是挺好用的，就是说他一个圈圈一直不断的那个有个下陨石一样，他这个技能可以持续攻击，然后就是打一个团战的时候，我可以换个圈圈在那里远距离的再一直射。一技能是扔一个像一个扔炸弹一样，大招就是远射，像导弹一样，只要是一条直线，应该是能击中打直线上面的英雄之类的。然后这个时候再看一下，现在我走中路和那个貂蝉啊，四大美女的貂蝉走一起走中路。然后这个鲁班打四枪啊，打三枪以后第四枪就是一个连续射。现在头上有显示数字三，然后在第四枪，这样就突突突突突啊，和那个像那个。墨子一样，墨子是打第四次是有一个可以闪电一样可以把人弹出去，还能震晕一下，然后上路就有一个敌方的墨子。这个我方孙悟空啊，在上路，这个大招突突突突突，激光枪扫射。啊，这个没有带皮肤的这个鲁班啊，没有那个，你看像以前那个戴蓝帽的那个小红帽那个鲁班，那个走起路来挺可爱的。现在上路就一个墨子躲在那个中路这个塔里，他的塔里面。现在我换了一个大圈圈过去，就打小兵啊，看一路下去，小兵也去了一点点血。再看一下下路，哇塞，中路好像打得好激烈，但是我也不去管他，我现在就直接拆对方塔。哇，现在上路这个，哇，这边在那个叫什么墨子的一个大招，不，二技能定住，他二技能射距离挺远的。啊，这时候对方出现一个吕布。啊，还要跑，还要带一个闪现，直接闪到他吕布身后躲过一劫。啊，这时候只能在塔下先打，但是这时候没有队友没有来支援我呀。我一个人和两三个，现在又多了一个兰陵王，刚才是和两个一群周旋，现在来了三个一群。那我现在就等于我一个人牵制住对方三个一群。那个兰陵王快挂啊！兰陵王挂了，打得这么惨，兰陵王还能被我击杀？哎，这时候被吕布。啊，我刚才已经就是周旋了两三个英雄啊，就等让他们这两三个英雄在那一段时间内没有发展到金钱或者发展到金币，也没发展到经验，啊，这时候给我方其他英雄争取到发展的时机。如果这时候有我方英雄来配合一下，我可能也不会那么容易就挂了。刚才还好不容易还能击杀了一个兰陵王，所以说刚才他们几个欺负这个欺负我的鲁班比较好打。没有，我就不追击他，他们也不敢冲到塔下来攻。但是我的法术也没多少了。其实鲁班打得好也是挺好打的，关键是要配合的好打。鲁班七号这个脆皮的射手，哎，这又来几个英雄，好几个英雄来跟我周旋。
哎，他们好像躲在草丛啊，我又不过去。那个貂蝉是不是看上我了？貂蝉和这个谁，吕布，这两口子，哎，这是貂蝉已经回撤走了，在上面和墨子地图上看到。哎，这个吕布啊，老爱跟我玩，你过来，你过来，有本事你到塔下来。哎，这是墨子居然冲到塔下来，哎，算你跑得快。哇，两个一起，哇，一个大炮没射到我。这下我方墨子出现，不是吧，是他的墨子，墨子一个大招把我方宫本给困住了。哎呀，这宫本太笨了，这个时候冲过来。现在等于我一个人，哎，貂蝉也加入了，三个英雄。哎呦，三个英雄，三个英雄打我一个，你们太没天，以多欺少啊！我在花木请求支援的，没人来支援我吗？我花英雄都在干嘛？看我刚才周旋了这么久，还好，哎，让他们三个英雄基本没有，就拖延住他们那个发展时间。刚才拖延了，应该有十几秒左右吧。这十几秒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像这个打这个手游，不像那个英雄联盟那个几十秒还是耽误的过去的。因为这个手游差不多一盘下来就十几分钟了，而且特别是前期发展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前期发展好的话，后期也是很好打。但是前期刚才被我拖住了，所以说，鲁班去调戏了还挺好用的。但是他们也不敢冲到塔下来打我，因为那个箭塔攻击力也挺高。再说现在也是属于中前期吧，打到七八级的时候，七八级的时候装备也不是合得很好，他们还一起想围殴我，啊，又舍不得走，看得我就这么，我好像还是还有三格血左右吧。现在比分在9-5啊，还是领先，我现在就直接拆上路塔。啊，把对方的上路塔拆完，然后现在还想再去拆中间的。这时出现了敌方的吕布，啊，吕布就不跟他打。哎，对方墨子冲到后面，这墨子是不是专门调戏我？那墨子还想去困猴子，不知道困我，我就从他底下过去，他刚才不知道去困我，哎，大老远跑过去困那个猴子。啊，现在换一个二技能啊，二技能直接在他塔的周围一直打，可以持续攻击。哎，但是他又打不到我。哎，这是猴子好猛啊，直接冲到人家基地，冲到塔下。糟糕，闪现，快跑！一个闪现啊，终于躲过，还好闪现恢复的及时。哎，糟糕，刚才不应该打他的，应该要继续一直跑的。刚才想换个二技能让他吓跑，没想到他那个吕布不跑。还是继续追我，然后我那个走路慢，被他一个二技能吸一下，直接给砍，再给他一个大一技能。等等我，马上到。打鲁班是最好是要保证那个生存啊，因为鲁班死的比较快，所以说。能不死尽量不死，所以说先刚才加了一个气血之乐，到时候打边打边我也能吸血。哇，我方吕布刚才一下子击杀了三个英雄吗？好牛叉呀！开始撤退。这个鲁班走路有点像那个蹦蹦跳跳很开心的样子，我就是像小那个像去要上学一样，然后背后背着一个包。就是我要上雪橇，那个叫做上雪哥是吧？等等我，马上到。哎，这是吕布刚才躲在草丛。这吕布干嘛贴着墙走？好像我好像有一个英雄掉线了，对吧？是哪个英雄？韩信掉线，重连。现在投降只有四个人线。哎呀，又被那个墨子一个远距离攻击。哎，这是貂蝉，哎呀，貂蝉和吕布这两口子在一起，而墨子这个第三者，被墨子这个第三者干扰了，要不然吕布也会死的。啊，不过好像吕布也死了，啊，吕布还是被猴子追死了。啊，这个墨子被我击杀的，
啊，抢到一个人头，啊，直接拆塔，他对方一下死了三个塔了，死了三个英雄了，中路的塔都清理光了，因为我后面都韩信都没在线了，就等于现在是等于四打，对方是五个英雄吗？对方有没有掉线一个英雄？现在对方韩信还有一个谁？现在我不管他，我现在打这个拆这个塔，拆下路的塔。塔拆完，他们连进攻的机会都没有了，基本就是等着还手。哎，这个时候我在这边边路啊，一直打一直打。哎，这个是对方的那个吕布还有墨子追杀我。啊，这局和那个吕布、墨子都纠缠了好久了，他们两个好像次次来纠缠我。刚才终于被我调戏了一下。对方是不是也就只有四个英雄啊？你看这韩信、貂蝉、墨子、吕布出来，还有一个英雄都看不到。然后现在我换是那个韩信掉线了。现在他们四个出击，哎，现在出发一个投降，谁发的？现在有五个人，那是韩信应该连上了，连上怎么不动呢？是看我们魂术大比分领先，想要让他们？哎，再走。三个英雄都在这里，快跑！糟糕，被那个要死了！哎，这个貂蝉被我换貂蝉击杀，我还以为要死在那个貂蝉和吕布两口子下面，两口子的刀下了，没成想对方的貂蝉先被我换貂蝉击杀，啊，貂蝉真好啊，救了我，美女啊，果然是四大美女！来，这个时候我换英雄被墨子困住。OK， 四个英雄被击杀，啊，对方肯定是也有一个英雄掉线了吧，所以说应该是四打四啊，这时候还是赢了。哎，我这个时候头上显的是最高的四次，就第四次开枪的那个符号，现在已经没了。